我给你挡挡烧烤味儿。这还没喝酒呢，是我眼花了？好你个刘志林，以前这种烟熏火燎的地方，我拿轿子抬他来，他都不来。你好，请问点什么？什么情况？这男的谁呀？哎，好好干啊！不吃了。 喂，金晶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昨晚我和罗修睡在一张床上了。苏晶晶，你才多大呀？我俩在一张床上挤了一宿，什么都没干。那罗修这人看来还挺靠谱。罗修，他一点都不成熟。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男人。苏晶晶，等。电话打完了吗？打完了。打完了还不下去？ 他居然说我不是男人！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我叫杨过，但是我好像从来都没有阳光过。我发现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。我今天来不想听你说这些。